我耍什么大牌？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这一集呢，是我们整个一集的下集。上一集当中呢，郝海东就提议呢，就是如果拿出证据来证明诸多我们和他对峙的内容呢，他要当众吃屎啊！当然了，如果要是他全部拿出来的话，那我们灭暴组就要当众脱衣吃屎。这事儿呢，我到最后会回应这个郝海东这个吃屎的请求。哎呀，这事儿呢，我们也是第一次搞了，因为我们不搞这种下三路的东西。但是好歹呢，郝海东，哎呀，这是名人呐，又是喜国的副总统。以前郭文贵发毒誓搞对赌然后搞这种下三路的这种东西呢，我们都一律嗤之以鼻。不过呢，郝海东跟郭文贵长得还真是有点像了但我主要是说的这个个性方面你比如说呢，两个人都是小学文化程度然后呢是一身的脾气。那么郝海东呢更加粗俗一点那个共贵呢是变态，那会装。那郝海东呢，看上去，哎呦，这个手辣哎呦，这个下手狠，动不动打人。共贵呢，他更多的是阴毒那么当然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吹牛逼给自己壮胆然后呢打嘴炮跟自己壮胆。灭共灭共，哎呦，这个灭来灭去，连我们灭暴组都没灭掉共贵倒反而被我们灭掉了，你还灭个屁共不说了我们继续听郝海东吹牛逼。那么郝海东前面已经吹到哪里呢？就吹到他到任何地方去都好吃好喝什么江苏省的政协常委什么捷克的什么国会议员的什么中国顾问还有什么呢？就是什么运动员见了郝海东，一个一个郝总郝总郝董郝董好不懂，然后呢就开始吹了。估计接下来还要吹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国斌，我耍什么大牌刘勇代孕，请我白吃白喝，叫我媳妇老大，我们在那儿，我耍大牌吗？你给我耍个试试，你也去，有人请你吃，请你喝，你家江苏的不是吗？你去南京看看有人吗？不去南京，这什么那个消防支队的支队长来了，当然丫犯错误了，什么突然让人骂的抓起来，该抓的都是抓，吧？该你妈退役现役，很大，相当。这个郝海东就是他就是。你妈他妈，我妈他妈，然后你们他妈，我们他妈，你妈他妈，屁屎王八，哎呦，一分钟可能都有个一二十整个节目做下来都上千，这个是新中国联邦这个特产，哦哟，非常壮观那现在郝海东开始吹他的庄园了。暂停这边，关椅子死。OK，还行吧。这底下还有的是呢，旁边还有的是地呢，都是我对们的。对，都是你的哈，房产证上都写着你郝海东的名字哈。郝海东，你一到西班牙去就买房子了哈。哎呀，这个没什么。这个作为一个球星拿不出这点钱来买房，我也不信应该是那房子大了去了。这哎呀，别，对于我们这种无产阶级眼前，你来冲阔，这不厚道就像博士到了一个文盲村一定要卖弄一样，这没有什么意思呀。你不赶紧了，换了，你还要先败家去有意思吗？就说这些垃圾，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在杭州湖州这好像湖州我都忘了，因为房子太多了。哎
杭州、湖州，这个不会忘，因为两边房价差很多啊。然后那个湖州、杭州我都去过，你这不是忘，你这是故意要在我们面前嘚瑟一把，还是说了你找错对象了？在我们灭暴组啊这些人面前，你说有这么千百的价值吗？啊，就算你房子多啊，你20户在中国大陆各个地方，行了吧？黄半边，我告诉你，你这个帮孙子啊，你这共产党还能要你这种人？他妈的，简直他妈瞎了眼啊！啊，他这个郝海东他有一个误区，是逻辑的误区。他就说意思呢，就是我有这么多房子，我就不需要借钱了，我有的是钱，我也拿得出 A10， 我也不需要问这个喜国农场借钱。这其实是不对的，有钱和借钱这是两回事儿，是吧？你以前有钱的，现在没钱了呀。你现在在大陆那几个官司我们去查了一下，那欠债不是一点点呐、啊，哎，你是老赖啊，跑出去了啊。那么当然了，你借钱这也不太丢人了，只是你郝海东觉得我这种人是不该借钱，但是你明明借了嘛，是吧？你借了呀，这就是我们要对峙的东西呀。哎，你这是说这个没有意义啊？这都是，这就是我，那是，你说，现在这个，你说，就这种。口条，哎呦，比老龟不是差一点点呢 啊！你这个是，如果老龟是，就我们以十为单位，如果老龟是十，你可能只有3.5。那么我呢，虽然水平也差，但是我至少稳稳站在6和7的位置上，你信不？啊，所以我现在跟你来辩这些东西，我基本上可以。如果是2只手的话，就1只手就行了。就像你要跟别人踢足球，你只要1只腿啊，1条腿，别人要2条，哎呀，我不行了，我4条腿都赶不上啊。来来来，也正在播着是吧？正在播着是吧？对，直播，正在直播着啊！太逗了，我问问你，黄国斌，我们都穷成这样，没钱了是吧？都付不出这个汇不出10万美金了是吧？当然了，一定不是美金啊，有汇的嘛。一会儿这钱，一会儿那钱，我拿卢布去汇的，是吧？你敢不敢？对吧？反正是肯定到了10万美金嘛，对吧？这事儿呢就露了点马脚了，因为当时呢3月17号你说的清清楚楚啊，10万美金啊，你这个呢好像是这边弄一点，那边弄一点，是吧？哎，连卢布都有啊，委内瑞拉币也有啊，就反正放进去。够10万美金。我们灭暴组是这么认为的，一个一下子拿出来10万美金的人是没有必要舔着个脸去向那些素不相识的啊新中国联邦的战友去借钱的，伸手借钱的啊，这个逻辑上面是成立的。但是你如果说是有钱还去问戴建峰他们去借钱，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就不厚道了，是吧？哎，这个要批评你，而且呢，关键是借了钱之后呢，拿喜币去还，而且其中的几千块钱啊，还耍赖说根本没这个事儿，还赖账啊，也等着吃屎，不敢就跪下吃屎，是吧？我给你对质，到底谁吃屎？一伙。你就知道了，对吧？那是我西班牙的房子，这只是我们中国某一处的啊，某一处。我还告诉你，不止这一套，对，这只是我们一套大的，还有两套小的呢。对，这旁边就是高尔夫，对，就是我在我们家院子里，这望出去，再看完了，前面就是高尔夫球场，对，是吧？哎，不管是高尔夫场还是公主坟啊，总之呢，现在我们就事论事。你拿这些东西来给你有什么意思呢？郭文贵还说了，那整个盘古都是他的呢，是吧？他不是照样骗钱吗？不是因为他富有他就不变吗？
所以这个东西你这个一直跟我们说这个东西毫无意义，没有一点价值。你就说天安门城楼你有房产证，那你借钱是真的呀，是吧？也许你借了钱去交那个天安门城楼的地税去了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你说哎呀，那个人民纪念堂也是我的啊，那个毛泽东的纪念堂也是我的啊，我那个好润泽润泽啊，又是润又是泽，跟毛泽东，哎呀哟，跟毛泽东倒是像的，毛泽东叫润之，当中有一个泽，然后这个房产证也在我这里，没用嘛。你关键是你借钱了嘛。黄哥别，你还见过吗？真的，你听过这个，你就是那个孙子，你见过门。什么我呀见过，你呀见过，我见过什么呀？我没见过房子啊，我见过猪，但是我不一定见过猪跳舞啊，是吧？而且你这个猪还是跳的艳舞，我跟你看没见到，没见到，还真没见到。妈，家里一拿出来就10万块，然后那么上个月还舔着脸去，能不能借点周转周转，那我差个六万。不合常理呀！ 妈，你整天还压呢压你，懂个屁！你这是孙子啊！刚才就跟你们，为什么今天有时候要这一段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接下来还有一段啊，说完了一块儿回应一下啊这事儿。我们再来放一个。好了，目的不就达到了吗？你的灭暴，所谓的你黄河边的灭暴组小组长，组长对吧？你不就达到了目的？你就去回中共遥控清场去不就得了吗？对吧？你肯定比我的给你的10000美金吃屎的要多吧？那、啊、就这么简单，多好啊！我祝愿你啊！但是据我今天在告诉你，这期完了，黄河边肯定人影没了。到底是谁人影没了？很难讲，因为我刚刚听说呀。长岛已经把你从铁血组给弄走了，那是不是你人影没了呢？哎，你们内部啊，自我消化能力、自我内耗能力还是蛮强的啦，被老黄看笑话了吧？我应该都在，灭暴组也都在啊，放心啊，你们三个政变团成员有可能呢，会消失啊！因为之前的人消失的都很多，长岛跑了，老班长身影了，张永斌不见了，这个王啪啪举白旗了，郭文贵出不来了，这不都是你们里面的事儿吗？还灭共灭共灭个鬼共啊！啊，那郭文贵明年说了，12月31号之前，共产党就灭了。灭不了你帮他吃屎啊，开什么屁玩笑，他吃屎啊啊，一会儿告诉你一共有4堆屎要你吃呢。黄河边你丫的今天在这儿，你应答，你应了，你这对吧？大家你天天发什么事？我肯定应你啊，你放心，你应你的，怎么不应啊？我破例了，应你是吧？你就应黄海公是吧？我的你讲的嘛，就是你把那汇款证据拿来啊，你呢，对吧？这些孙子造假，根深蒂固，弄到他们骨髓里。他有时候，你别造假，你造假了不算，我吹你大爷的，你给我造一造，去年你他妈的汇款，对吧？西班牙银行汇到这是阿联酋银行的假的，你给我造一个，让我看看，是吧？你先造一个，对吧？你他妈的净他妈胡说八道，你们什么造一个？你拿出来不就行了吗？哎呀，你省得你吃屎了。你拿出来不就行了吗？你不拿出来，硬说西班牙什么阿布扎比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意思？那郭文贵曾经拿出来过的啊，说是给法治基金捐了1亿啊，结果拿出来一看，哎呦，网上的，你这个师傅以前有前科的呀。我们合理的怀疑一下啊，这事儿一会儿再说，来，你说完了我一会儿啊把你给补充一下。这些王八蛋深入骨髓里面的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就想着哦，他别造个假啊，他所谓的开玩笑，因为这帮孙子就干过，他以为别人都干啊，而且他干不了，他你大爷了个蛋，你给我弄一个
西班牙银行往你妈阿联酋的一个银行一个账户上有，你妈那个钱是从西班牙银行得弄出去吧？你到了哪个账号上得有吧？你这个王八蛋的，你都能想到哦，你特别造假，我就问问你，你给我造一个去年三月份的一个汇款的假的呗，是吧？哟，别手舞足蹈了，拿出来看一看不就行了嘛？哎呦，共贵的那个叫什么？潘多拉盒子呢？一直捂到现在，还帮共产党保守秘密呢，不肯拿出来。你这个 A10 十万块钱，这个容易的呀，拿出来亮亮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有，哎呦呦，你这个人真是拿不出来吧？这个可以没有。你这些王八蛋，你想想，他们都能深入到骨髓，能成什么样？好吧，那个刚才呢，我们已经啊，就是把要放的部分内容都已经放了。那现在是这样子，好，东啊，这个要跟我对质。那么对质呢是四大内容啊，一个呢就是52万块啊，这个共贵的赃款有没有拿？这是第一。第二啊，就是关于啊，有没有向大卫借了7-8万块钱啊，并且呢是用喜币来还的啊。第三，你有没有啊，就是借了这个新中国联邦战友的钱最后赖账这一件事情啊。然后呢还有 A10 计划，差不多就是这四件，也就是我3天前在上集当中啊说明的。那么你要说，如果啊你拿出证据来否定我们的质疑，那么就当众吃自己拉的屎。我呢稳稳当当把你这个话接过来，只是呢我们在程序上面做一点点调整啊，我们把最后脱光衣服吃屎当做是最高潮，好不好？最高潮啊，这个机会我还真的是愿意让给你。第一，你能证明没有拿郭文贵52万块钱，52万块钱赃款就是被你否认啊，可以啊啊，那就轮到我了，轮到我吃自己的屎。第二，不过呢这个也不用脱衣服啊，我们这一步一步来。一，我们呢就是穿着衣服吃，好不好？你省得，哎呦，你现在老胳膊老腿的，也没以前健还健身不啊，估计还健身了是吧？那再说我这种就不行了，我是个老人了，你他妈老是衣服啊一脱两脱的，就不太合适是吧？那我们就穿衣吃。第二，你能如果能否认说从来没有借过啊，这个戴建锋啊，这个英喜农场啊，这个钱，那这事情我们就脱掉上衣吃，好不好？第三，如果你能否认说是我从来没有赖过钱的啊，我没有用这个洗币，这个假钱啊，来充真钱，来还真钱啊，我也没有否认过啊，有几千块钱我赖着说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借过。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啊，那么我们呢，就这样，就露个三角短裤，行不行？把长裤脱掉，第三吃。第四嘛，就依着你了 ，A10 了，对吧？拿出来啊，然后呢，就光着腚吃了啊，行不行？这个完全按照你的路子啊，而且呢也符合我们之前对质的所有内容和要求。你也别单挑 A10 只是当中的一个啊。那么这个的顺序呢，就是
先52万，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应该是7万或者8万，对吧？哎，这个钱款。第三呢就是是不是还了喜币，是不是赖了账啊，当中有几千块。第四啊就是 A10， 这个顺序你应该承认啊，希望你尽快操作啊。我们这其实很简单嘛，你证据一拿出来嘛，那就要开始吃了，是吧？开始吃了，要不我们一周来一次，好不好？这样，今天是星期六，我们下周一就开第一盘啊，52万块钱啊！你说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说有这个事情，各自拿出证据来嘛，对吧？这个52万因为金额大。啊，那个我们先把这个重量级的先拿出来说说啊。如果说是最后是说是我们捏造的，是胡说八道你的，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全是凭空，当众吃啊，怎么样好耳朵？哎呀，还来难倒我，这不就吃个屎吗？还是自己的？嘿呦，哎呀，你们这么多年多少人吃了多少年别人的屎了？哎呀，就这么着了啊。也非常感谢啊观众朋友们啊，来观看我们这两个老男人的啊，这个属于那种我觉得是有点丢人现眼的啊，这种对峙啊。我希望用文明的方式啊，当然了郝海东他不愿意啊，他整个节目当中说了700-800+千的他妈的你妈的我操什么我呀你呀，这充分凸显了今天新中国联邦啊这些正国级副国级啊领导人的水准啊。这样的一帮乌合之众还去灭谁啊？你最后一定是把自己给灭掉，你去看看今天啊你们内部互相斗成什么样子了啊。你怎么被长岛从灭暴组不是铁血组给赶走了吗？你什么都不是吗？你凭什么在那里哎颐指气使啊？你不就是为了点钱混进了新中国联邦？你就是一把镰刀嘛，就看着还有一些哎还有一些韭菜啊，你觉得要捞一把。至于你缺不缺钱呢、啊，你也不要拿房子过来拿出来显摆。你这个借钱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你说个数，不要回避，好不好？这个我们人证物证我们都已经跟你说了，我们有，只是呢现在还没有拿出来的必要。你敢说这个话吗？啊，你说又幺零哎呦什么什么这个西班牙回到阿布扎比。还说我们你们造假、啊、以为我们造假，我们没说过你造假，我们只是说要你拿出来亮一亮。你着急了拿吃屎来吓着我们了，我这个人还真不怕你这么说。不过呢朱万里老师希诺先生就不要参与了啊，因为他们我想就还是谨慎一点为好。我应你了，现在该你出牌了啊！下周一见，不要食言啊，不要食言。你不说我消失吗？一点不消失，每天都在啊！好，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